谢谢。你杵那干什么呢？我耳机是不是在你那儿？我这几天白天有事，你要是想玩美好心灵，就晚上找我。我帮你尝尝。我出差了，应该没时间。去哪儿？广州。嗯。给谁发微信呢？我妈，她让我帮她选衣服。哦，哎，这件好看。耳机。你好，先生，麻烦回到您座位上，谢谢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，客舱乘务员将进行起飞前的安全确认，请您将安全带系好，座椅靠背、小桌板收起，遮光板保持在打开状态，谢谢您的配合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